蟹，好高哦，香辣蟹，它这个味道炒的真的好吃哎，它是用肉蛮多的，对，肉质也非常好，非常的新鲜，非常下饭哎，我们来吃它的。哦，天哪，你看今天这个是螃蟹蓟哦，首先呢这边呢是三点蟹，紫蟹，再过来是佐渡花蟹，它们还有牛蹄蟹，好特别哦，我还没有吃过牛蹄蟹耶，前面这边呢都会有一些 sauce 给你们沾，他们还有提供黑壳蛋菜、白翅虾、凤螺，这就是今天的重头戏了，品蟹嘉年华，耶！ 因为九月我就是最爱吃螃蟹了，香辣蟹，它这个味道炒得非常好吃哎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像那个咖喱炒螃蟹，肉质也非常好，非常的新鲜，非常下饭哎。等一下我先吃别的，来大家来付一下，吃蟹先吃什么？先吃钱，保证会有钱。它真的满满全部都是肉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这个也可以 dance， 四个小时让你慢慢啃蟹很够了。牛蹄蟹，好高哎，哇，牛蹄蟹的破面图。 它的蛋很像蜂巢，咬下去就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，它咬起来口感蛮诡异的。对，就没有很喜欢。哎，它蟹肉蛮多的，对，我觉得蟹肉刚好很好吃。它的蟹肉好吃，也是非常新鲜，喝我的快乐肥宅水。这边呢、啊、就是有龙泉啤酒跟胜利啤酒，我个人觉得龙泉啤酒就是白开水，胜利啤酒比较有酒味。我们来吃它的，哦，还不错哎。 它蟹好吃哎，挤得出来就是好吃喽。真的。好，我们来吃它的这个三点蟹，来了，新不新鲜哦？哎，看起来好像还好哦。这次的海洋味有点重，这个就还好。如果以冷盘的螃蟹的话，第一名的话，蟹；第二名是花蟹；第三名是牛蹄蟹。好，我们来吃它这个蛋菜，吃到那个海水的甘甜味，凤螺，蛋菜比较好吃。 哇塞，快点敲！敲敲了，快点！这就是刚刚敲锣的，他们这边呢快要7点的时候，会有一个敲锣的小活动，主厨限定的料理——海胆蟹肉蒸蛋，七口咯。嗯，它的蒸蛋呢，有一股那种淡淡的那种海胆味。哦，它的蟹肉在下面啦。嗯，这不是蟹肉，这是鲟尾棒。它调味真的确实是蛮棒的，真的在宝一定要吃鼎泰丰，不愧是鼎泰丰。 好吃，再来呢，这个呢就是流沙包。我超爱吃鼎泰丰这皮，来喽来喽，好烫哎！各位观众，有吗？这一个人只能拿一颗哦 ，Cheers！ 点爆！那这边你可以实现流沙包的才是酒。这边的餐台啊，总共是有分12区，种类是还蛮多的。它的握寿司也不行，生鱼片我觉得 OK 的就是鲑鱼，我觉得非常好吃，吓到我不得了。它的熟食区的地方有一个那个新加坡辣炒蟹，很好吃不得了，真的，我觉得光吃那一道就真的是回本了。鼎泰丰的流沙包 ，Oh my god， 保证没雷啦，蝴蝶大虾。 佐松露，哇，这一道一定要吃起来。以它的 CP 值来说，像它这次，因为是螃蟹季，你就是把螃蟹一直吃起来，我就觉得 CP 值是值回票价的。